들어갈게 내가. 어. 李班长，班头快点啦！好，哎，坐坐坐坐坐。嗯，国语会不会说国语？哎，广东话？哎，广东言啊？哎，广东言。啊，那个你身份证？身份证？系我身份证。香烟？哦。啊，多谢多谢。好好噶，好烟啊！食啲啦，诶，弟弟几大啊？啊！你细蚊仔几大啊？五岁。啊！你哋啊，就把呢度当咗自己嘅家，冇问题噶，全收好啦，啊，就可以翻去啦。唉，就冇问题。馒头来了，热的馒头来了，来，刚出笼的，热馒头，热馒头，来来吃，吃。吃啲啦，你食啲啦。誒，弟弟，饅頭咁有毒噶。啊，你話咩啊？會唔會有毒噶？點會呢？怎麼會有毒呢？啊，有毒！我做你饅頭做二十幾年了，這有毒，他們早就給毒死了。開什麼玩笑？你怎麼有毒嘞？哎，你吃一個。有毒，有毒！我先吃给你看。那有毒我就先吃给他。开玩笑，有毒，放心吃吧。吃低了，吃低了，哎，没跟啊。哎，吃了。吃啊。那个是你爸爸。啊。咁你哋嗰度食嘅好唔好噶？唔好啊！阿魂，我同你哋讲咧，冇关系。前几工透早，阮伫海边发现一台大钓嘅渔船，船顶有两个翁仔某，甲因爸爸。阮普陀长才带来教练部招待，馒头就食十几粒。后来阮送去了罗湾嘅难民收容所。阮普会阁送伊一台录音机，连上所有诶人，拄像咧办喜事共款，会当摕诶拢摕出来互因，撒文、起歌、录音带，阮嘛甲爸爸送回来，搭送伊，伊着讲多谢。后来，船修理好诶迄一天，阮逐个拢去送。所有人拢静静无讲话，船伊着驶出去。远远阁拄像听到尖山送伊地录音带个声，是着阮正唱个诺言。一直到船看无，阮大家阁是徛伫遐。后来我想要食薰，忙无来呾。我想起爸爸送我来的心情。你最近敢有回来？帮我提一块钱给阿公，讲是我甲你要给伊的。
因为顶个月我寄钱转去，有我弟弟妹妹，煞袂记阿公。我想阿公一定咧生气。